糯米饭，今天还吃了个糯米饭，烤肉。今天吃这个蘸酱菜的拼盘，有辣椒、辣椒、香菜，然后小葱、黄瓜、圆葱，还有小萝卜。这个是虾怪酱，这个虾怪酱特别推荐啊，最近也特别火。
挺好吃。下面太大了。我加热了一下，特别好吃。我可能会用一下你的日报卡，因为我的日报卡在那地方压着呢。好的。嗯，哦，这个人拿小三这个人的便宜。我靠，嗯，就是的，拿小三这个人的便宜。那最后把他好像弄啥地方了？可看不出来啊，这是什么词？吃过饭了吗？啊，这没吃。尝过。这咋这么多勺？你尝一尝的。你吃饭有辣尝尝。很清鲜，我做家的饭好吧？我这个越做越好了。哦，是你的肉肉好。我吃啥给我都不知道，那就。那里面可能都。没有，加上这个就软了。你要不要来一口？我不要。嗯，这不香豆饼吗？嗯，就是我们家香豆饼很好，我每次吃都很好。我记得昨天他多上了一个那啥菜，清炒笋片的笋片的钱，因为他没给我上菜，但是最后结账的时候我没做。回来晚上我结果是咋想都觉得他多收了30多块钱，我没付，但是我觉得他多收了。我今天想打电话问的，不是小。嗯。那好瘦啊你，这个像，嗯，第五吧，不吃，我等你吃第五花吧。我的眼镜呢？这个都没有了，我带了我的，你这个穿就往穿。
你这饭咋还要热着啊？哼，热吗？不热了吧？对对对。哎呀，感觉油油的，今天的饭特别好。你吃点呗。我不吃，我怕今天饭吃多了保质期它油油的。啊！那不是好吃里面了，好吃吗？嗯。那刚好你吃，你多吃点了吗？我说了。嗯，生菜。嗯，我看看。嗯，你吃这条，你吃那个，你吃那个肥的，你吃肥的。等你把饭饭舀出来了，太烫了，换一换。第一。医生约好了没？我这会儿才，我给他发了微信，问他明天下午在不在。这人不为你面试费啊？看了吗？那后面不用。他说不装的是利用他的，是啊，不用烦，利用他干嘛？让他敢打敢冲上。他是喜欢陆川，他喜欢陆川，但他最后好像。老刘家就是这么了，嗯，老刘家就是这么了。杂货，这个是春卷，那这个是汤圆。
今天吃海鲜串串，这个是东皇虾的。黄蚬子。好吃。红磨虾。海参。好吃，给我老公一个。三文鱼。要杯。龙虾，感冒了，姐妹们，鼻音有点重。